大姐，我这没零钱找您，看现在谁买东西还用现金啊？哎，你说我这岁数，你们那保安啥的我也都不会。那我先给后边的结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政府可有规定啊，不能拒收现金。你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让人家弄这玩意儿会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刁难人家，我可告你去。哎，大姐。 我也想给他结，我这不没现金吗？我凑够了一起都不够50块，要不您看看，您再买点别的东西行吗？凑够60我给您找。我啥也不要，我就要这两袋奶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帮阿姨付了。没事，你找我吧。行，姑娘挺好。小孩心眼真好。阿姨，您还没走啊？这不是等你呢吗？ 啊！哦，那个钱真的不用，没事儿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一码归一码，这钱必须得还。那个啥，我们家离这儿可近了，就在那儿。我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在这儿等我。你不许走，不用了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，不许走啊！我不走，您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台阶。一定啊！啊，我不许走。啊，我不走，我等您。 怎么会呢？人家骗我在这儿等他，而且我都说了不用还钱，不用还钱，都没事儿。他骗我在这儿等他干啥呀？不是啊，我寻思这万一人家来了，结果我又走了，那么大年纪的人，让人白跑一趟。哎呀，他肯定不会来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光嘴上答应。我知道，我真走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睡吧啊。 晚安，晚安。再等10分钟。阿姨，您来了！哎，谢天谢地，你没走，谢天谢地，你没走，没走，一直等着呢。你可不知道啊，我刚才来买奶啊。 家里水龙头忘关了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这，谢谢，哪有这个？啊，这什么呀？豆沙糕。啊，这豆沙是我自己磨的，闻闻，可香了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我耽误您了啊！家里还得回去，我还得去捯饬呢。手艺小心啊，慢点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啊，我记着吃啊，拜拜。 这是你的吧？晶晶家发现的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胡晶晶朋友圈上面的人是你不？你俩是吵架了吧？动没动手？动没动手？还动手你？我不打女人，我更不可能打晶晶。我是她表姐，她们也是她好朋友，我们就想问问你，你们什么关系？胡晶晶是我女朋友，前任，说实话。 我跟晶晶这段感情，对我来讲是一段非常诡异的经历，大概谈了也就3个月吧。我得知她，我也很意外。等一下，你这3个月是从哪儿到哪儿的3个月？从3月下旬到7月，她去世了前一天。前一天，你劈腿是不是？ 哎，你别乱说！我看你们是精英朋友才愿意跟你们见面的。我也有很多问题，很多困惑，我也不知道问谁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？当时，吵架是因为他突然说要跟我分手，我以为他劈腿了，然后那天一激动就吵了架，然后随手就摔了咖啡杯。怎么认识的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俩就是在豆瓣的一个。 爱好乡村风光的小组，然后一起私信聊天，沟通一下，说重点。然后就加了微信，还是他主动跟我告的白，说要跟我在一起。当然啊，我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笑起来样子很甜。问你了吗？人笑起甜甜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让他说。
刚开始还是好好的，但是就越来越奇怪，我就总感觉他跟我约会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的，而且经常就拉了个脸，就很不开心。他那个手机一直在响，但从来不敢当我面接。经常我们俩去看电影，他就偷偷跑出去接，散场都不回来。等把人找到了呢，就在那儿哭，就说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，我是真想帮你分担，但他就是嘴硬不告诉我。就换了你们不会感觉自己是备胎吗？我捋一下啊，就是你们两个是网友一开始，然后是晶晶主动提出的要跟你交往，交往了3个月，然后在她生日的前一天，她跟你提出说要分手，你们对，吵架了，但是你没有动手，没错吧？我没动手，我没动手。你当时有没有说，就是多少说点那种刺激她的话？对，说没说刺激？说没过激的话？姐姐们，你们还真怀疑她自杀跟我有关啊？我，首先我们俩有感情，其次我们又不是谈个3年5载，就在一起3个月，就换了你，你会因为3个月你恶语相向甚至动手吗？姐就换了您，你说你至于因为一个3个月男朋友要死要活自杀吗？不可能。那你还算了，行，我们知道了。然后今天谢谢你来，你要有事就先忙。不是，我们这还好多话没问明白呢。你说晶晶谈男朋友这事你知道吗？许言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也是能理解吧。你能理解？你为啥能理解呀？你说你当时跟沈子畅那好的时候，那头一天你就拉着我跟晶晶絮絮叨叨一整宿。哎呀，那我跟他也不是一样的人。再说了，我跟沈子畅我俩知根知底的，有啥不能说的？晶晶吧，他这人一向对感情就藏得很深。一向？啥叫一向？对啊，啥叫一向？我说一向吗？我没说一向，我说他这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活泼开朗嘛，他就对感情就是很害羞。你说那高阳的话能信吗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这男的吧，他倒也没什么理由骗我们吧。哎，我比较在意的是，你说他刚说那晶晶，我好像不认识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我最近吧就老觉得，你说是我们不够了解他吗？那你们说会不会晶晶就是因为前一天吵架失恋，然后又失业了，就一下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都是他一面之词，晶晶也没法出来跟他对质。哎，但我把他手机拿去修了，过两天修好了，我就总能找到点线索。哎，那我回公司了啊。嗯，要顺你们不？不用顺了吧？那不顺了。哎，你这不顺啊？自己坐地铁吧。咋那么闲？那个手机修好了，告诉我啊。去忙吧。你说他这次过不过分？我们在一起3周年纪念日，3周年我还抵不过一个包。你，我看看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一会儿，不玩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他说这个包还分档，有档是288，还有档是688。这沈子畅直接毫不犹豫的选的那个288。许言，你这么说我可生气了。是啊，你是我们心中的小公主，你怎么能把自己跟一包相提并论呢？你在你眼里，说你值一名牌包你就高兴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可高兴了，那比那288强。你站哪边？我义无反顾站在你这边的，沈子畅就是过分。对，怎么着都不能买个假包啊！你288是不是？你上网这随随便便的都能买两个好看的包啊？对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这说的不对。但是我们转念一想，许言，你说是沈子畅每个月吧，拢共到手也就7000-8000块钱，一大半都花给了你，你让人家买一个那么贵的包。确实有点太贵。不是，沈子畅他一北京人，他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他就等于那工资是净赚，他跟我们能一样吗？我们那交完水电费、房租了，乱七糟的，兜里就什么都不剩了。他就是舍不得，他就是不在乎我呗。那怎么着？我现在说你值2万的包，这就是在乎你了。
乔启辰，那你说感情这个东西，那真心能掏出来放在秤上幺幺几斤几两吗？那不就是挺想让他那个证明对我好吗？没毛病，你说的对。那行，咱们这次打算切他多长时间？这次啊，我想啊，我肯定不能那么轻易的就原谅他，我怎么着也得让他道个十次八次的歉，我才能原谅他。好，谅他。哎，你苏晴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我今天吧，去了趟保安室，想看监控。哎呀，大哥。姑娘，您今天跟我在这说什么大天气？妈用不着，我就是个打工，那没有我们经理同意。您今天想看这个监控，那是门儿也没有啊。大哥，我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也知道你挺不容易的，但这个视频，它对我来说，它真的特别重要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看，我明天可能公司我都去不了，我就被开了。你打住！我今天要让你看了这监控，我明天肯定被开除。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给我看一眼行吗？我保证，我谁都不说，我就看一眼，可以吗，大哥？就看一眼啊？就看一眼。来来，赶紧赶紧。谢谢大哥。注意啊！哎，完了，看完了，一眼嘛。大哥还挺幽默啊，大哥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但我跟你说，现在问题的点儿他不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同事都跟我说，说这个简一凡呀是老韩总招的人，他为啥呢？为的就是清掉江总身边那些人。以宁姐是江总的人，我是以宁姐的人，所以说算一圈啊，我是江总的人，怎么着最后啊都会把我给清走。我估计，我可能得失业了。哎，那人家江总知道你是他的人吗？不知道吧，应该不知道。恶意竞争和欺骗的人，没有。你知道我以前啥性格啊？可是我最近真的变了，我有点同情他。你是不是傻？脑子坏了？你同情人家，人家是陷害你。我就是老会想到晶晶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觉得，你说我们家晶晶工作那么努力，是不是？那说开了就把他给开了。
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一想，你说咱们在北京都是啥呀？都是异乡人，都是打工的，有一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挺不容易的，所以，我多多少少吧，我有点同情他，理解他。我是真的不想看到身边任何一个人在城里清静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钱总，稍等。大哥，你挺幽默啊，大哥。你哪儿人啊？你老家哪儿的？好嘛，合着说半天没听出来呗。我哪儿？我天津卫的呀。哎，大哥，我东北的。哥，这给妹妹看一眼。妹妹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你要的那段监控视频，昨天有人已经拷走了。说，钱总，谢谢您啊。就苏晴的事儿嘛，然后我其实之前去监控室想要监控来着，然后好说歹说，然后那保安没给我，但是他说有一个人取走了，我一想。就大概率那个人就是你，跟那保安大哥聊得挺好，天津的。对不起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想说的是，就我是想郑重的和您道歉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刚感谢完，怎么又要道歉呢？之前在办公室你跟我说那些话吧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我就觉得你内心肯定还是想赶我走，但事实证明你不是那么想的，我误会你了，我很内疚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记得你说，我还有公司其他几个员工都在 HR 的拟定裁员名单里，但是你也说了你不看这个，你看的是业务能力。就是只要我真正的有能力，就不怕被开。所以你现在还觉得我会辞退？你觉得自己没能力吗？我其实不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职场对吧？就是领导就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那我就是没想到，就是您还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。谢谢你啊，看出来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。
简总，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，打扰您了，您接着忙吧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一个人在天坛上忙什么呀？趁你走了，忙着喝酒呢。今天这地上可没有喝完酒的空瓶子啊。肯定不会管我呀！我会管。这次的家宴，张先生很满意。各位辛苦了，今天就，妈也八点多了，定个地方请大家吃饭吧。姐，你是不是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知道，周三。姐，我刚谈了个女朋友。佳姐，今天是七夕。撤撤撤！散会散会，大家赶紧约会去。发了红包收一下啊！谢谢佳姐，爱你佳姐。谢谢佳姐。我要是没女朋友，我都想追佳姐。我都听见了，出去再说。怪假的。病好了，你想干点啥？病好了能干啥？开个分公司。你怎么天天就想赚钱呢？想些好的。得想赚钱，人不生病不知道，生命就是很脆弱的，说没就没了。有能力的时候多攒点钱留给父母，你自己要哪天嘎嘣一下没有了，也不至于他们没啥后路嘛。姐，这样，等你好了。我们俩一起出去找男人。咋
咱姐俩找男人得费点劲，付出点诸多代价，我觉得。这不是学习吗？来，学习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看这种电影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馋了。给我看焦点访谈，我播出来。谢谢你，后面还有一段大尺度，我跟你等着，你等着玩。来，不行，我看不了这个了，我不配拥有这个。我已经出汗了，你别动我。来了，来敲门了，就得这样。是啊，你说那报价单的事儿都说了啊，证明了已经跟我没关系。他还一口一个说让我放假啥的，你说他整这些他啥意思吗？我看璇，你不是说他辞的都是你之前领导喜欢的人吗？我觉得呀，他就是暗示你，让你自己走。他想让我走？不可能，你知道公司要是开人的话，那得给补偿的。我是绝对不可能自己主动走。那这不都是后话了吗？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下家吧，省着他杀你一措手不及。你家可没有三栋楼。行吧，那我接着工作了啊，拜拜。喝点什么？你好，要一杯阿波。要加冰吗？不用。好的。一块儿喝一个，庆祝欧阳找到新工作。虽然是个助理啊。哎，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助理那也是工作，什么工作咱得认真对待，是不是？干杯啊！干。干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在自拍是吗？我来帮你们拍一张吧。你们摆个 pose。哎，欧阳，你这回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找个女朋友？那个，他这杯算我的，我结一下账。哎，那个，
您叫我小唐就行。好，喝水。您刚刚这个调查问卷我都看了，我现在已经了解您的要求了。之后呢，您放心，我们会把最好的男会员都推送给您。好，我基本上资料也都写得很清楚了。嗯，之前确实浪费了点时间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我觉着啊，成功女性不谈浪费。你说您的时间没浪费在爱情上，那肯定浪费在事业上了，对吧？我们这儿全是像您这样的高端会员，那都是心无旁骛搞业务，蓦然回首35，对吧？所以您放心，您来我们这儿算是来对了，我们一定给您匹配成功的男会员。那就行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还能再便宜点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这儿呢会专门为您制定为期一整年的一个专业的服务。哦，那如果第二年呢？第二年，两年还找不着啊？那不会，以您的这个条件，那绝对是千里挑一，马到功成。但是呢，万一您到时候想，比如说多看看呀，多选选呀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我们这儿啊，这个最长的5年会员都有。哎，2年？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你们这儿会员，他好像没那么贵，我记得好像是。那您这个朋友是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哎呦，我现在也有年头了。嗯，他现在小孩都6岁了，就是在这成功了。哦，那您这朋友是不是跟您差不多大？嗯，那当然了。您想想，他来的时候才不到30岁啊。那您今年36了吧？35，我还没过生日。我们这儿的这个女会员啊，她的这个资费啊，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，翻倍增长的。怎么说呢？它确实不便宜，但是您想想啊，明年可能就不是这个数。哎呦，行，当机立断，胆识过人。您说您这么果断，您事业不成功谁成功呀？你是？你谁啊？我是新来的。哦，新来的呀？嗯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啊。我呢，是咱们易安市场部新任的总监助理，我叫欧阳啊。弟弟啊，欧阳这个名字记住了啊，以后这市场部用得着。哎，你们那新总监叫什么来着？新总监叫简一凡是吧？啊，对，简一凡，你咋知道？我就是啊。简总好，我是欧阳。咖啡不要糖吗？啊，好。来杯咖啡，我不喝了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今天下午。嗯，行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好嘞，辛苦啊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我下午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去。简总，您的咖啡。其实刚才我……你去帮我把乔西晨叫进来吧。好。需要做会议记录吗？嗯，不用。你帮忙把今天清关那批咖啡资料整理一下。OK， 保证完成任务啊。乔西晨。初次见面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欧阳，是简总新招的助理。我其实刚来，然后我捋了一下咱们市场部的人员资料，这照片也太不清楚了，你们。但是啊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了，怎么样？我眼力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咱们这个市场部平时工作忙吗？周末加班吗？嗯，还行。嗯，这个看个人选择吧。知道简总有啥兴趣爱好吗？我其实跟他并不熟，
哦，他好像喜欢打游戏，还有啥网球什么的。戏啊，对了，咱们市场部一共多少人啊？我这第一天来，想请大家喝个奶茶。哎，不加限总26个人，谢谢。哎，没事。那什么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……不，有事有事。那个简总叫你，简总让我叫你过去。现在。对，去。那行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加油啊，拜拜。加油，加油，来。田总，找我。今天下午带我去看一下818活动的场地，咱们线上直播已经出现问题，线下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去看一下安保情况。今天下午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一般这种就是说去看场地吧，都要提前和那边打电话确认一下。现在这个点儿，我觉得应该来不及了。你明天上午您觉得呢？行，那就明天上午。好，哎，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跟那边说一下，确认好了告诉您啊。好。行，基本上我们想知道的也就这些了。最后再问一句，如果入职的话，易安那边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离职手续？怎么着估计也得2周。因为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活动。要就这么不管的话，有点不负责任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先这样。你回去等消息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辛苦。你这次可真是把我给伤透了啊！我那么有诚意，你怎么忍心拒绝我呀？所以我今天特意来登门谢罪，够给你面子了吧？啊，行吧，谁让我们达美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要不这样，哪天我从易安离职，我立刻来投奔你。这话就应该录下来给你交。邱西辰，行，行，邱西辰，你手机落下了，谢谢。对了，刚才我忘了问你，除了市场专员的职位都可以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走不走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同学们，立定，立定。今天就下课了啊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去玩吧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掉了这个。谢谢啊。沈子畅，你真行，3天没理我了，你等着。
我们老板跟首富是铁磁，首富每次来北京，那都是我们老板陪着一吃饭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你那点工资，那都不叫钱。你这个状态，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都不洗衣做饭、收拾家务啊？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单身，是不是感情受过什么挫折？对了，你今年体没体检？就你现在这个身体，你还能生孩子吗？啊，我最喜欢小孩了，你要是能给我生小女孩，那就太棒了。姐姐，您真的36了吗？看着不像啊啊！我感觉你这个脸真的没少花钱。哎，我认识一特别好的整形大夫，我哥们儿，真的，到时候给您垫个鼻子，削个骨，绝对保证您再年轻10岁。你不差这点钱。哎，你看我这，是吧？哎，你有房子吗？有车吗？要不然，你看我年纪这么小，我也不可能单独照顾你，是不是？啊？那您是干嘛的呀？那您这个岁数还没结婚是为啥呀？司机？司机有什么可抬不起头的？你是不是哪有毛病？话太多，问题太多。你刚才那么多整容途径，怎么不整整自己啊？我还需要整吗？你不需要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处理的。先这样吧，啊。李总，出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们的货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，包括我们明天要用的秋季新米桂花系列一车全烧没了，让工厂补货，来不及了。让吴天强去调仓库库存，用经典罐状拿铁和上一季新出的冷萃替换秋季新品。这怎么行啊？那我们这次新品桂花系列研发部加班加点，想赶在维克之前，七夕要正式亮相的。你现在要改成其他的产品的话，那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再说了，万一维克过两天也出了桂花系列的话，我们这相当于起一个大早，那赶个晚集，那多亏啊！对不起，那你就当我没说吧。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，但比起临时取消活动，我更愿意退而求其次。你去和吴天强对接一下，让他把活动现场所有关于新品的元素撤下来。哎，秦总，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呀。虽然说，我们这次桂花系列还没有给超市和各大卖场开始配货，但是为了响应七夕各大门店的发售，之前工厂加急生产出了一批，我记得北上广深和杭州都收到配货了。北京的话，一共13个门店，应该有个3200罐。市场确实也不能一点都不留。如果工厂今天开始发货的话，怎么着两天之后也应该到货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给各大门店里面留出2天的一个销售量。800罐，不行，800罐也不够。你看我们这次活动还有试喝，还有抽奖，还有优惠购，800罐太危险了。让门店做活动。前3天每天限量发售77罐，77罐好，而且还是七夕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余出来，400多罐，400多罐肯定就够了，对吧？我看你在我们这儿挺如鱼得水的呀，还行，挺得水的。金总，我先去忙了哈。没干嘛，这是你的，这可是新款哎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天我就说喜欢，然后我男朋友就送我了。这做工真不错。哎，你回头帮我问你男朋友要链接吧。我跟你说，以我的经验，这个包拿到专柜去，80%都能混过去。男朋友真会找。不是，这就是。啊，好好看。那回头我帮你问问。练走了。
其实我根本不想来啊。哎呀，你得好好感谢一下你那个相亲顾问啊，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哎呦，给我烦的呀。哎，我觉得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，来就来呗，见见，啊，也少不了块肉。哎，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，一点都不像快四十的人。嗯，确实是脸上花了点钱。哎，你要这么聊天，我觉得咱俩真能成。岁数是大了点儿，好在没超四十啊。这要是赶紧结婚赶紧生，我估计还能生出来。哦，对，还有你那工作啊，你要是跟我结婚，你那工作可得换。我告诉你，我家教特别严。哎，你这么抛头露面的，我家里肯定不答应。你是不是还没北京户口？啊，我没有。我就没有北京户口，你再没有，那将来咱们孩子上学可是个大问题啊。真是个大问题。哎，那你那儿能落户吗？你现在积分这一块已经申请了吗？哎，您知道什么是轻微伤吗？什么？轻微伤不用负刑事责任的那种。我给你捋捋轻微伤有什么哈：头皮挫伤、头皮下血肿、面部非贯通性损伤、鼻骨线形骨折，这些都叫轻微伤。不是你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刚才只聊了硬件，没聊软件。我呢，哎，我这个人爱好比较广泛，虽然看着瘦。但是练过五年泰拳，东北人不爱听人逼逼，逼逼烦了我就爱动手。但是你放心，都是轻微伤。我呢，他挡住我。你这样，你告诉我，你对我这个相亲对象还满意吗？我哎，有毛病啊！好的好的，1200贯是吧？268。哪个店？如果你现在再临时再多要的话，我这边完全就整个我这个要重新核算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儿，姐，你跟我说这个，你说你今天加班帮我把这些整出来，我就已经就特别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姐，你甭操心我了，我一会儿叫个车就行。你赶紧回去，别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待着啊。那你慢慢走啊。放心，这车回头我还你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
喂，南佳姐，你现在忙吗？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，在马路牙子上，这啥呀？这是，你这待多久了？起来，快点！啥？你甭管了，我去开个门。哎，别呀，我跟你一块。你别了，你搬不了那些个，你开你的吧。哎，不是，你别动了，你就你自己又拿不了。你公司男生的，我真服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去，你这也太大了，你解放解放。搁这儿了，阿伯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指甲都劈了，你别动了啊你！你搁这儿吧，别弄了。都别弄了，赶紧卸下来，回家了，我给送回去吧。你别闹了，我得套。套啥？套被套啊？啊，我今天晚上得干完。你一个人啊？
也不是，你甭管我那啥，我这打一电话，这呼朋唤友都来了。你现在打上他们，赶紧来，这一个人怎么套啊？甭操心了啊，我也没让你帮我套，谢谢你啊，你就行了。哎，我以为这完事儿了呢。哎呦，咋了？胃有点疼。没事没事，你赶紧弄吧，赶紧弄吧。真的，我挺厉害不？前两天肠胃炎了，没事，那我就撤了。你赶紧把人叫来，这都几点了？你甭管了，一会儿都来了，你去吧，你赶紧回家吧，你喝点热水啊。你甭管了，你回家喝点热的啊，整碗粥喝啊。走了，去吧。走吧。哎，这没背我送你包啊？啊，我给放上去了，不然同事总说我这是高仿的。我对灯发誓啊，这回我给你买的绝对是正品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又没说你。他们这么质疑我吧，反倒让我明白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南佳姐的区别就是，南佳姐背了一个高仿包，别人也会觉得是真的。我呢，背了个真的，别人也觉得是个假的，所以不是我买不起包，是我配不上他。谁说你配不上他了？啊，我就不信了，明天我就领着你，我们去买个更贵的包，更好的包。沈子超，知道吗？我虽然喜欢包，但是我更喜欢你。爸爸。哦。走吧，吃饭吧。吃饭。嗯。尽管嘴上一直在说着我选择了不结婚，其实恰恰代表着他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并且仍旧朝气蓬勃，充满信心。
妈，咋了？这么晚还没睡呢？马上就睡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去年十一的时候回来，把风衣落在家里了。我说要不要给你寄过去？这两天正好穿上啊。哎呦，甭操心了。我跟你说，北京不比东北啊，没那么冷。再说我也有厚衣服啊。哎，我听着你这嗓子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？加班呢，干活呢。啊，你还没忙完呢？嗯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干完了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你赶紧抓紧时间忙活完了，赶紧早点回家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待会儿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打个正规的出租车，别为了省那两个钱，你就拼车，千万别拼车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就打电话，我干不完了啊。那个啥，你早点睡啊。嗯，挂了挂了挂了。神经病。钱总，我刚跟男朋友看完电影，就正好路过，过来看看。你们咋来了呢？钱总。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改天请你们吃宵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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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拜拜，简总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嗯，我先走了。
老板，老板。哦，姑娘你稍等稍等哈，我尽力了，你看一下吧。开机了，谢谢老板啊。